Pokemon Go Fest 2023全球版，你只要买入场券的话就可以参与。那目前我们已经把四个时段的第一个小时全部都抓过一次了。设为的话，开给大家看，有这么多。其实我抓的蛮多的耶，一开始就是孤妞妞两只让人家很失望，然后穿山鼠两只很失望，然后后来几乎新冠的设为皮卡丘都抓到了，还抓到一只异色的盖欧卡，可惜不是100的，真是很可惜。然后补课补了墨海马，宝贝龙本来就有，它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，像帕奇利兹，超想要抓帕奇利兹，然后卡蒂狗也抓不到数值好的。现在这个时段又重新回到了第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在第二波补创呢，只能抓 day one， 因为 day two 的话要上班，所以没办法。今天装扮就是加了一个皮卡丘的尾巴跟一个 Go Plus Plus。然后穿了那个横滨世界赛的球员衣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抓。现在伙伴刚好带着一阿罗拉的椰蛋树，他晃头晃脑的，他在走路的时候就会这样晃头晃脑的，然后常常会遮住我的视线，就会这样子晃过去晃过去的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走啊，反正今天，哎，对，今天还有一个那个，我们有买券的话会有一个那个什么闪闪发光的宝石，然后你解到任务四的时候领取奖励，来领下去。开始捕捉，有吧？蒂安西，哎，蒂安西抓也是用动画抓哦，就是不需要锁圈这样子。哎，哎，好慢哦，回快一点。可是我一直以为蒂安西是小碎钻的进化型，结果不是，它居然是独立一只。那小碎钻到底出来凑什么热闹？哎，勾魂眼来了，勾魂眼很喜欢吃宝石。我记得在那个宝可梦随乐拍里面啊，你只要看到勾魂眼的话，就会有勾魂眼欺负小碎钻的画面，因为小碎钻都被他追着跑，因为勾魂眼想吃了他们。哎、欸，那蒂安西的 Mega 能量是今天会收集得到吗？哎、欸，抓，先把它抓起来再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一颗球抓不到。哦。两颗球有没有？应该有了吧。两颗球抓不到，所以是定翻三颗球吗？三颗球，yes， 真的是三颗球。我们今天帮我们拿摄影的又跟我说一定都是三颗球抓。哦，开图开图，看一下它的数值。我觉得每次抓着，可恶，12 15 12，好弱。然后接下来只剩下一个任务吧，一到两个任务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哦，要有拿经验跟强化十个妖精系跟强化十个岩石系，直接拿300 mega 能量，所以就直接 mega 进化这样子，然后还送衣服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是要继续抓下去了。好啦，我会继续在安生这边走一走啦，反正再补补看可以抓到多少设尾，最后设尾的总数我们就是全部直接用截图的方式贴在影片后面。今天影片没有很长，我分享给大家我今天在安生奔波的样子，超热，我鼻头都流汗了。好了，再见喽！希望你们也抓到很多设尾的宝可梦，拜拜。